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ally， 好想同你分享我的生命故事。我小小个好唔开心噶，仲成日发脾气添。听闻圣诞老人好中意小朋友噶，我就好想同佢连结啦。结果原来系冇圣诞老人噶，我好唔开心啊！长大之后，我变得越嚟越孤僻，出嚟做嘢都好孤独。有一次我做错嘢啊，跌入生命嘅低谷。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耶稣，他将我由低谷里面慢慢扶持上回来，我还开始回教会去学习什么叫做爱。透过祈祷，我和耶稣开始连结了，耶稣帮助我成长，还带领我去到神学院里面读书，我一步一步地走近耶稣。耶稣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啊，多谢你啊，耶稣！今日我咁有创意，同埋咁有自信，全赖你噶。多谢你啊！